医者仁心，行医之人，当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不可贪图荣华富贵。哼，又是说教，你有医圣美名，我呢？我却要为明天该吃什么而苦恼，凭什么？若不是你私欲熏心，又怎会落到如此下场？他告诉我，医术本没有捷径可走。 让我回去好好修炼心道。我跟他本是异母同胞的兄弟，凭什么他是医圣，我只能是个补二？这是你自找的，你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留情不认。